Thank you.
今天的话就是这样。你那边的孩子还大呢，能带你回来一块用吗？小水女儿，云放山。对，你等等，我可以在这里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临走的时候，不是说啊，你想要去看大师的吗？大师哥哥，怎么你见过大师哥？见是见过呀，但可是那可不是啊。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啊？那就是见了，弟弟不是见面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也很道理啊，那个他比你大一点，这里面有几个传统建筑无理不居，你接着用它，那个表皮温度是零下，没看住河王，你可真的是，就是，我就知道你说的是信不行了。我也是那个胆子之客啊！有什么事啊？你来偷看我人吧？
手机里面。我是妈妈，那个白眉小姐。
Thank you.